这样说，这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。这个转轮圣王都是呀，他有一生下来就有三十二相。再讲就如来，你想这样说，这个转轮圣王这也都是如来佛了嘛？又是礼佛嘛？哪里能有这样道理呢？并且呢，底下的又说，转轮圣王啊，是成为圣者，一切呀、啊、不行杀戮，是善道是故也。说这个转轮圣王为什么有这种啊这一种好的名词呢？因为啊，转轮圣王他成圣者，他一生啊不准有杀戮，他自己呀、啊。不行杀戮的这种恶行，而且他有十种善道来呀、啊、教化众生。一句三十二相，他也因为他有这一种啊善业，这个善业所感，他才呀、啊、生出这三十二相这一种啊美好的这一个相。但钓鱼夫呢，上天明显说他这种三十二相。跟夫这三十二相比较来说啊，要夫这三十二相是以法身而现，所以说夫这三十二相完全呢是靠他自己啊证到这一个具备的法身，再现出这个三十二相，这是那要不这个。转轮圣王三十二相呢，他是依着他的善业因缘，生出这三十二相。而且这个转轮圣王啊，有四种转轮圣王，这是金银铜铁，有金轮圣王，有银轮圣王，有铜轮圣王，有铁轮圣王。而金轮圣王呢？就管四大步骤，这个金轮圣王他统统都能到去，银轮圣王呢，他只能啊管三种，铜轮圣王呢，他只能管二种，铁轮圣王呢，他只能管一种。言辞啊，圣王圣事啊，其具其宝。说是、啊、这个圣王他的福德呀、啊，他一出生啊。就具足才有这个七宝所成这一个身，所谓呀、啊，金轮宝就是呀、啊，金轮圣王，他的呀、啊、这个名声自在，完全由他自己心了，意念什么就什么，非常的是自在，一切无碍。第二个银轮圣王呢是相宝，相宝这个。这说啊，名字又叫青山，因为啊，他这一个干马宝命用地方，他说这动作完全呢就是这一种相宝，这种相宝说是在命用地方飞快地的到哪里去，这个这是第四个呢叫神主宝。这个神主宝呢，就是名庄藏云，他完全呢，他这里的这是呀、啊，一出生啊，他的名字就是庄藏，完全呢，就是一放庄的这一种啊，彩云一样。在这个四种的，这第五种呢，第五啊是藏身宝，名叫大财，这个。五种啊，这个四种来说啊，一种啊是个藏身宝，名叫大财，又一种嘛叫女宝，名叫净妙台，又一种嘛是珠啊，是啊冰尘宝，名叫离垢眼，由此七宝为转轮王，这七宝具足嘛，他能才可以啊。成为啊转轮圣王，这个转轮圣王呢，于他先一想到东，四大部洲，他想到这一个东大部洲，这样轮宝东飞，他这个轮宝啊，就是一起啊就朝东去，要他要想上西去呢，他这个轮宝这一起啊就朝西飞去，协助小主。又不顺命，
能跑向恩王。如果改变说有那一些小的骨干，在这个四大步骤里的每一个步骤里都有很小的那一小的骨干，又不顺命者，又不听说，不听这个转轮圣王来呀、教导。这个轮跑先往，这个轮跑吧，就先要到他那去，不再干戈，而是报复。说这一个小国家的人民呢，不用有干戈去杀害，去打他骂他，而是兵符。看这个轮跑一去啊，他完全呢都是听说服从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往四天下具足天子去。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啊，天下具足天子，每一个天王都有啊一千个儿子，一千个太子，替身顶谁三十二相。说是他的身相完全都是那种顶谁光荣的那种好看，三十二相有三十二种不同的相，与福啊完全都相同。说乃世间第一福的因也。说这个是转轮圣王，他在这个世间上说第一福的因也，他是享受第一最高无上的，没有再比他享受再好的。他是个福，万福庄严，一切的德行统统啊都具备。随菩提背福下，足见真界。舌头不如眼里有虫。这个水菩提啊，就在这个转轮圣王啊，这个期间呢，一听佛啊就说，他完全的随时就转，就是说不用一具足三十二相这念如来，这个他就是啊，随时就这样转变。他这一转变呢，这种意义就知道啊，这个真这水菩提啊，他。真是啊，舌头无骨，他那个舌头啊，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。以前说，于是于是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现在呢，听佛这样一说，他随时就转变了，说是舌头无骨，他随时啊，随着佛的意思，他完全就转过来。说眼里有珠，他的眼里的真正的有这种明珠照耀。一听佛，一看佛面，他随时就懂这个意思。愿让顺水推船，顺水。又会随缘传多，说他这一种灵巧啊，方便呢，就跟那顺水来推这个船一样，又好像啊，说随缘传多，这个乘一个船呢，在这个水里，这个水遇到碗子，哎，它随时就传多，说他这一种灵和的巧妙这样一个音。故说上，余额解夫。上来说说法身非相之意，自然不应以三十二相观于来意。这自己嘛，就是这样说了，说是以我的意义来呀，我来呀，来解佛的意义啊，上来呀说说，说是法身非相之意嘛，说是佛的法身呢，可自己一两相都没有，哪里有三十二相呢？自然呢，不应以三十二相。这佛根本就没有，当然嘛，就不应说他有三十二相来个观见如来。当即呀、啊，这个水菩提这个意思、啊、是说一向观复人王即是如来。那如果我们就以三十二相认定，那就是佛了。那转轮圣王都是佛了嘛？那还这都有三十二相嘛？如果要想有一定就是这样的看法，是以不应一相转移，这样你这完全是看错了。若言这与学习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转移来这样的看法，是要说什么不应一相转移，不去说一说嘛，不应该呀、啊、以三十二相来认定就是福。说虽然于是呀、啊、知道的一般。空生虽然那转变到这个程度啊，他也不过是啊，对于这一个三十二相，不是转成一个法身相啊，这也不过是、啊、他。
他呀一听佛说，他在转变嘛，已经转变一半，还没能啊完完全全的来否定。所以何以呀不像如来呀？为说楞王几天呢？那为什么说他这急转一半的呢？因为他听佛说，他才呀说这个佛像不能啊跟这个转轮圣王的一样。那你给如果真知道能完全了，你能转没有一半，整个的转了，那你就应该在这佛以前没有说这个转轮圣王以前，你能说到不应一夜三十二相转如来，这才是真转。你这现在一听有了转轮圣王，你是随着才转变，所谓随因觉根转也，你是随着佛的觉根来转变。故向下来说，这个如来呀、也不应其事。这一向下来说呢，这个如来佛呢也不来去追求这样的根本这样的相续来去追求的，以不弃其非，所以嘛也没有嘛来呀客气他，你这个都是一些错误这样的，没有这样说，以宗父之不理而说这样，总是呀这是佛啊对须菩提这种行动啊，就是一种不理，不去理会他，完全呢还就是一种啊爱护他，还要是自己呢再来说这样，说是该佛的意味，我不说我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见佛，无为啊如来有所说法，何也？现在来是说就佛的意义呀、说我现在所说的不应以三十二相，那说这个就是去见到佛，无为如来有所说法，是你不要认为啊如来佛啊对你啊有所说要就说什么法，何也？你认为啊是不是这个样的？这个何也这个字是个空取向凡夫，妄生贪著故也。所以故也，学有一切众生以三十二相之谁，以为能见何者？一问如来四遍八愿之声，以是而求何者？所以说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这第一呢，所以说。如果嘛，一切众生以三十二相之谁，以为能见何？这以三十二相这种行谁，这就认定嘛，这就见到佛，见到如来了。一闻如来四遍八愿之声，又一听闻听了这个如来的乐器，有四遍八愿的这一种啊声音，就是一种乐器等等的这一种声音，一时而求恶者，你因为这个呢就能啊求见我了。不，所以呢这一下这就是很难的，很干脆的来断定说世人行邪道，说这个人呢以为以谁见恶，以人生求恶的这个人呢是行邪道。这一个邪道就是说很不好听，这个邪道是什么？本性是本科上说呢，说不达自性平等，向外取求，顺言取向，非邪而合理。说这个邪道啊是说他不达自性平等，要这本领嘛，说讲到现在呀，完全是讲这一个平等自性。就是现在来说到你一谁见我，一人生求我的，你听到语音呢，你还不知道你的本性是一个平等自性，不生不灭，到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应言呢，还向外祈求，向外祈求者，就是说心外无法。法外无心，你应该想你那个平等心以外去求佛法，你平等心以内没有个三十二相佛的法身，平等心以外才有这个心外的法，才有这个三十二相，你认为三十二相就是认定就是佛了，这是顺缘取相，你完全呢听了
我无无恶而有恶，我说根本没有我，现在我说法的有恶于来，你要听，我就听说我这个恶，而且吧，你要看这个三十二相，你完全的都根据这些的道理，你就认定有恶，虽然出现，你也不是邪吗？你这完全是邪吗？你超出你这个正那个平等法界的空性，你完全超出你那个平等性以外了。所以说不见如来，你要像这样你修行一辈子，你也见不到如来。见不到如来这例子也有一种意义，说是不一定说你见不到如来佛，而且说不能见如来者，就是说你自己不能见到你的本性不生不灭平等法界，你自己就是要心外求法，你完全走了邪路了，永远忘记你见不到你的本性，你永远不能成佛。这样一说呢，是不能见理想法身之如来也，不但是说不能见到本来嘛，你自己呀也不能见到理想法身，完全呢我没有相，没有三十二相这个法身如来佛，你也见不到。此名啊，相即无相，乃出常见。这一明明白白的来说明啊，说相即无相，说三十二相这种相啊，完全是假设，这是一个俗假的众生的这个世间上才有这个相，真正的佛的法身没有这种相。这说说明白呢，虽然有这个相呢，相即无相，就告诉须菩提一个呀大众，说是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啊，完全的见而不见，你不要认为这个三十二相肯定就有三十二相，这个相是无相啊，没有这种相，乃出常见。就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啊，有这个常见，常见是个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这个人生生死死，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恶。既然有恶，就有恶见，因为嘛，我一切的事情全由我主宰，我主宰呀，在我主宰的当中啊，就是有常见，有断见。说常见这，在一般情形说呢，说常见这，就是说一切事都是永恒的，它没有变动，那些代表说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死了。再生，生了再死，死了再生，是说这一点。第二点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好好的保养，永恒不死，这都叫个常见。这个现在来，这个我们这个人呢，是有这种常见呢，你存这种常见的心呢，那你就是永远万幸，你也得不到这个。得不到这一个平等性质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呢，今天说这一遍跟你理想发生的，完全跟你这个三十二相，你统统离开了，没有这个，完全你正道你都发生无相之相，没有这个三十二相这种发生原来，这就没跟你明白了，相即无相，三十二相即是无相，就没有这个相，乃出常见，你心里头就没有这种邪执邪念，这种常见统统没有。令人不至于有，说是有，你就是有这个常见，就是生死。现在来说，除去你这个常见，让你不至于有，说是有这上文说是三十二相见如来者，你心里就存着有这个三十二相。耳提面命，这当面来跟你讲，当面当人的来说给你听，正当。正是空当因，错该复义，妄说诸法皆空。这是正正的恐怕，当现在呢，恐怕这个空生啊，当大众错该复义，完全呢，把复的意义完全是
误解，误解了妄说诸法皆空，他不懂啊这个诸法皆空，诸法寓意皆空不空这种道理，他始终不知道，所以嘛再三来告诫这个空生们，所以啊贫富小欲原无序，只要贪着印得生，这一个这两句文义在无论在哪福音也好遇到也好，常常都有这两句寓意，就是贫富小欲原无序，贫富这些连连的就是来掉掉是掉这个小欲，掉是做什么呢，原无序，没有一点意义，没有一点个事情来教的，原无心，那为什么教呢？只要贪着印得生，只要再放贪婪啊，他知道问得生就够了，不管这个生理的是什么意义，不要不要知道这一个生理是教我有什么意义，没有这种心，连得呀闻到这个贫富两字就够了，印得生就完了。这总之言不着谁，这个清净嘛，只要贫富小欲若无序，只要贪婪印得生。第一点说，总之言不着谁，虽然有谁，我知道有谁，但是这个谁呀，完全的与我没有爱，何况流如法空，那何况说是满堂都是的，哎呀，法空流如的这种烟水，而不顺生，所以。以前的人生呢，我这个心里呢完全不服生，完全呢不随本不跟着这个生去，以人应体为应语，我说是应那个苦也好，与燕小燕子叫的也好，统统啊随他去，与我完全都不相干。这弟弟呢要来呀、说些一些文艺啊，要来比较服你得到这一个福，是出生的因缘来统统的再合起来来比较。这为什么这样来比较呢？你看呢，这个下文是吧？须菩提，若菩萨一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，其用不虚。若复有人执一切法无恶，得成于人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说福德故。这一段因缘呢，是因为呀、这个上文呢有所说，说什么呢？说通达无恶法者，真是菩萨这两句话。现在又说，如来说有恶者，即非有恶，言此恶是无恶，是无恶法。空因呢？空众生啊，难以明白。故复念又即说现前有相之时，以显无法之理。而复为这个当机啊，说是若有菩萨以恒河沙见之体宝，其用不虚。此为功德呀，这个可谓多矣。这是因呢有相的这个事情来比喻这一个无相的事，将来啊比较这样说。就是若须菩提呀，如果说是有一个菩萨，一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，说是他有恒河沙那样的多的世界，而且呢，这世界里的七宝更多，其用不虚，来不虚于因。若复有因呢，知道一切法无恶，他完全呢知道这一切法没有我，只有这个法。是无恶，无恶者是没有我的关系，说这一切法无论是好是善是恶，统统啊不生我，不无缘我，就是没有我，得成于因，我完全呢就得到这一个无恶的这种意义呢，而就得到这一种引渡。此菩萨胜前菩萨，说这个菩萨必定啊比那个恒河沙等七宝其用不虚，那个菩萨必定超胜他。说得的功德，这何以故呢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因为呀、这个诸菩萨他不接受这一种福德，有相的这个种福德。